另外一步就是要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肩并肩，共同发挥规则的力量，让独裁者不敢轻举妄动，也就是备战来避战，靠实力达到和平。我可以跟大家承诺，台湾绝对不可能签和平协议。勇敢的继续，致胜给我们赖总统。耶！感谢赖总统。哦，睡了。哈哈啊哇！谢谢赖总统。我穿的 T 恤是信仰 ，face。赖总统是勇敢。这三个核心价值，这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的核心价值。Formosa， 自由、勇敢、信仰。我中中平安，我是看看，我是借借纸钱。总统支持林非凡选台南吗？总预算被退回总看。市长，你说你内阁分配不均，总统立委退场。谢谢。政府知道不上我学院的努力。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到湖上某学院来亲自了解大家的成果。我必须要坦白跟大家报告，我不仅仅了解到大家的努力，我也受到很多的启发，非常非常谢谢你们。我非常敬佩大家，只因为心有所爱，不愿意任人毁坏，而大量的投入人力物力，耗尽所有的力量，要打造诺亚方舟，就是希望哪一天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力量，能够自助，也能够助人，能够保境安民，这样的理想抱负令人钦佩。我代表国人向湖上某学院，向我们基督长老教会全体表达最由衷的感激。因应地震或是气候变迁等因素带来的复合性灾害，那我们上周的国防防灾之演练及活动中，我们有可以看到，除了湖上某学院，那么在台湾各地不同的组织甚至县市政府也都投入了民防的种种工作。不过过去的训练多数是集中在要因应天灾地变的天然灾害，但是我们今天湖上某学院更进一层，除了平时的天然灾害以外，也在预防因应可能哪一天洪水真正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撑得起来。我非常钦佩我们湖上某学院的诺亚方舟计划、安全气囊计划以及危机求生计划等三大计划，我相信我们持续努力，一定可以发挥最大的效果。那我身为总统，我有三个使命，第一个呢就是守保护国家生存发展。也就是要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绝对不容许外来的势力的侵略并吞。那我们也很清楚，要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所以我的责任，第一个使命，我身为总统兼三军统帅，我第一个使命就是守护国家永续发展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护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同时也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也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民可以决定。我的第二个使命是要保护全体国人身家性命的安全，所以从蔡英文总统开始到现在，我们积极的强化国防，不管是国防自主或者是对外军事采购，我们要强化我们国防力量。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强化我们经济安全、经济的韧性，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经济的这个韧性这几年来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在2010年左右，台湾对外投资83.8%投资在中国大陆，去年只剩下11.4%，多数资金已经往东南亚、新南向国家、美国、日本、欧洲等等。台湾已经有能力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另外一部分就是要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肩并肩，共同发挥规则的力量，让独裁者不敢轻举妄动，也就是备战来避战，靠实力达到和平。我可以跟大家承诺，台湾绝对不可能签和平协议。大家推动诺亚方舟形成的保护力量，就是避免政府被迫签和平协定。我们志同道合，不可能签和平协定。我们要靠实力来确保和平，而不是靠一纸一张纸来得到和平，因为那个是靠不住的。我的第三个使命就是发展经济，照顾台湾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土地上能够好好生活。第四个就是我在总统府已经成立全民防卫韧性委员会，每3个月会来开一次会，也就是要因应哪一天中国真的发动武力攻打台湾，也就是谢志清长所说的洪水真正来的时候，我们除了基督教长老教会，我们全台湾啊，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然后呢，在因应那个洪水来的时候，我们不会乱，我们政府可以正常有序的运作，人民也可以持续生活。那国军让政府有更大的力量，可以因应外来的攻击，这个就是我的目标。所以我非常希望，我非常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啊，一起合作啊，只要我一直深信，只要我们团结合作，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守护我们心爱的这块土地，也可以让我们的所爱不会任人毁坏。谢谢。中山学院的核心价值有三个，在旁边这里有写：自由、勇敢、信仰。用英文来说叫做 Freedom, Fortitude, Faith。我们要致赠给总统这件 T 恤上面写的是勇敢。因为我们认为赖清德总统最能够体现勇敢这个特质，尤其 fortitude 这个字不是只有勇气而已，它还有坚韧不拔的意思。我们认为把这件 T 恤由赖总统来穿上最有代表性。
所以我们要致赠这件 T 恤，上面已经有我们 Defender 的背章，勇敢的 T 恤，致赠给我们赖总统。先请稍待一下，敬请期待，敬请期待一下。穿着勇敢却得赖清德总统，哦，帅呐！帅呀！哇，谢谢赖总统。我穿的 T 恤是信仰 face， 赖总统是勇敢，这三个核心价值，这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的核心价值：自由、勇敢、信仰。啊，不然我们再一次口号好不好？来，我喊 Formosa， 然后大家一起握拳哦。来 ，Formosa， 自由、勇敢、信仰。哦，赞啊！